曾经有过两段婚姻的罗洛林透露，在21岁的时候的第一段婚姻都因为大家不够成熟，最后没办法继续再行下去。至于第二段婚姻，太太陈宝仪的姐姐是粤剧名伶陈宝珠。罗洛林说拍拖初期，陈宝仪的妈妈龚粉红都很反对的，不过后来相处多了，对方都很锡她，每次吃饭都会叫她一起喝翻两杯。罗洛林和陈宝仪在82年结婚，并育有一女。在2011年宣布离婚的时候，讲到明会继续同居。罗洛林仲透露，在家买餸煮饭都是她，甚至仲会煮埋俾工人吃。她又说自己深信缘分，缘嚟到的话点都走不甩，缘尽的话点求都冇用。